接下来就是要看整理。好，就是我问各位讲过的重点，谁当正，谁当负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浓度变大还变小，还有其他的特殊注意事项。停车暂借问，碳锌电池的正极是谁？碳锌电池的正极是谁？我们找二号，二号，碳锌电池的正极是谁？啊？碳棒，请坐。碳锌电池的正极叫做碳棒。那它的负极是谁？它的负极是谁？负极三二，三二，负极是谁？锌壳，请坐。负极是锌壳。铅蓄电池的正极是谁？我要问你，它什么动物质哦？什么物质？铅蓄电池的正极是谁？铅蓄电池的正极二五。铅蓄电池的正极是谁？二氧化铅。二氧化铅，请坐。铅蓄电池的正极叫做二氧化铅。铅蓄电池的负极是谁？铅蓄电池的负极是谁？Number four， 四号。啊，负极是谁？铅，负极是铅板。铅板。好，谁当正，谁当负？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然后它的结果，铅蓄电池放电的时候，放电的时候，正极生成什么？正极生成什么？啊，放电哦！我讲过，你要注意，他考的是，我讲过，你要注意，他考的是充电还是放电？放电的时候生成谁 ？Number 二十四，二十四不在。一号。我们二氧化铅，他说的。正极生成什么？硫酸铅。请坐。硫酸铅，负极生谁？负极生什么？硫酸铜。二七。二七。硫酸铜。也是硫酸，也是硫酸铅。你坐。这是重点，它两个生成物都一样，都是硫酸铅。刚跟你讲过要注意，有人问充电，有人放电，要看他问什么。啊，请问你充电的时候正极生谁？充电的时候正极生什么？这个应该前面会，这边就会了。充电的时候正极生什么？二十二。二氧化铅。二十二。二氧化铅。充电的时候正极生二氧化铅，请坐。啊，充电的时候负极生谁？充电的时候负极生谁？负极生谁？Number， 我要找十一，负极生铅，请坐。正极谁当正，谁当负？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好，这边铅电池放电的时候，正极质量增加减少不变。其实还有一个碳锌电池的那个，也是要知道的。来，正极质量33，增加减少不变。增加。增加正极质量增加。白痴。那负极质量呢？六号，负极质量，两个质量都增加，请坐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要给我一个增加一个就减少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一个增加另外一个就会减少，是不对的。OK， 最后请问，充电要怎么接？
充电的时候怎么接？二氧化氢要接哪一级？铅板要接哪一级？二氧化铅要接哪一级？正极还是接负极？二三，文言文是高手，文言文高手，快点，小小名气哦。二氧化氢要接正极还是负极？二氧化氢要接正极，铅板要接负极，请坐。我跟你说了，国中生都是正接正，负接负，但是考试不记得是考正跟负，他还问你是二氧化铅板还是铅板，所以你要搞懂谁是正极，谁是负极，把它记清楚。好，这些整理就是你要背的事情，你给我把它背好 ，OK。